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晚上好，咱们接着《临摹兰亭序》，勾上去。好，转角这一块转下来，绕上去。好，这边往这边接住。这笔不必太重啊。绕下来，顿住，然后再往这边的话，顿住，从这里起笔到这里顿住哈，稍稍有点交叉，一高一低，高一低，出来一点，这也是出来一点，带起来，手笔藏锋。带上来，啊，勾上去是直直上来的啊，有点偏重一点的。末尾出来，好，手笔圆一点，往回带。加重，重到这里卡下去，哎，其实这笔末尾这里要出现问题，应该就收笔的时候，这里应该圆一点才对的，有些一些小细节啊，就感觉怪怪的，蹲下去，这比较直，比较短。细笔居中间，这就是个咒字。顿住，你看从这里顿住的时候，这个空间是对半分的，它不像前面的之字是这样写的。这个空间会比较大一点，但是这里呢是空间是对半的。绕过去，空间小一点，咱这边空间大一些。你看一大一小是吧？这空间可以看到一高一低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，哎，这你说，啊，往下再淋一下吧。顿住，我是，好，你绕过来，重新绕过来。你绕过来，还在这。啊，这个重写，写不好了。绕过去，带下来，往这边蹲。好，这边偏重。带下来，你看，它是横笔细，竖笔啊，竖笔轻的啊，横笔重，就是这笔比较重啊，竖笔比较细。卡下来，带过去，从这边卡下去，翻转。牵丝连带，
茬子啊，茬子一定要注意，这个竖钩呢基本上是居于中间的，包括这个中间这一笔。好，咱们今天就临摹到这里了，好吗？临摹这么多，那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打在下方屏幕下方，咱们今天再见。